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要玩这款游戏叫做 High Hell， 好像是叫做地狱高地狱哦，反正这个奇怪的一个翻译哦，我不知道实际翻译是什么名字啊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这款游戏据说是一个刺激热血的射击游戏，到底多刺激呢？哎，今天就来玩给你们看。然后呢，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面目前发售。特价大概60几块钱而已吧，只有60几块而已，所以说很便宜。如果我玩了之后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可以去买来玩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新的游戏，这什么东西？噬魂枪？偷取噬魂枪？刚刚是什么？怎么那么直接啊？是怎样？哇，速度好快啊！砍说是蹲下。哇，这走的有点快欸。哇，按一是用脚踹啊，踹门，捡了，目标完成，左键是瞄准，哦，踹门，哇，哇，任务结束，哦，哎呦，拿到这把枪了，然后呢？是什么？给我打发时间用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哦，感觉好强哦！任务一，击杀高个子。行。我靠，直接被射。那个右左下角的电池是我的血，是不是？哇塞！其实这个很拼速度感欢。速度太慢，就直接被秒杀、啊！哎、欸，捡钱，怎么可能？按 R 重新开始。我刚刚明明就对他开枪啊！踹死你，踹死你！可以用踹的。哎、欸，我快死了！啊，太难啦，这个瞬间性的咧，这个滑鼠要动很快啊！完了完了，太远根本瞄不太到，这根本就是吃反应力啊！啊，已经有别的方法可以打死那个高个子。啊，这么有钱，高个子，妈踹死你！哦，不能开枪，直接用踹的，是不是？过关。啊，打完了，跳出去，哦，跳出去就过关了。哇塞！哦哦哦哦哦！在干嘛？哦，打发时间用的。下一关任务02 ，BOSS 画像，偷取 BOSS 的画像。哇塞，这必须要很熟悉，必须要非常的熟悉。哦，这我是几啊？吓一跳！哎呦，怎么长这样子啊 ？Oh my god！ 我哪里长这个样子？躲嘞，有了有了，偷取哇，敌人来了，偷取画像，快跑快跑快跑，跑去哪里呀、啊？哦，飞起来了，冲啊 ，Yeah！ 啊，这个嘛，在上面做你的涂鸦。啊，把这个 boss 的画像带回家涂鸦，不知道干嘛，很好喷满。第三关任务，摧毁通讯设备。哎呦喂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想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、哦哦、被打到，我、哦、上面有一只，哇哇哇哇哇，没射到，我快死啦！Oh my god， 太危险了 ！Yeah， 上面这一只，顺便把它点掉，不然直接死掉，好危险哦！通讯设备在哪？应该在这里面。哦，没东西，两个 ，No， 哈哈，
可恶！哇，一踢开直接被射是怎样？哦，我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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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，有哎呦哎呦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哇塞，这个反应力，滑鼠反应力要够快，超级难，我说真的。 有呛到，蹲下，蹲下好像比较好闪哎、欸。射三小，滚，嘿嘿，滚，好，都解决掉了。Come on， 这边危险哦，哦还好，这里比较危险。 不帅，结束，摧毁，好，逃离，哇嘿，耶啊！这毛，哇，捡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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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枪游戏，好，继续第四关任务，拯救大猩猩。 太难了！你把门一推开那一瞬间，你根本看不清楚任何东西，对方却看得到你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对啊，然后他们要走超快，所以说我觉得啦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冲突啊，把门踢开之后躲一旁。 哦，尽量把门谁啊？What the fuck？ 还有两条路让你选，那个是星星吗？我有救星星吗？有没有成功？任务失败，任务重启，那不是星星？超级吃瞄准的、欸，干十三小，干什么东西？ 要救三只星星啊！三只星星，看什么东西？没了吧？哦，靠，飞掉下去！哈哈哈哈！可恶，我不信，林北过这一关，林北过这一关。 哎、欸，他都知道我在哪里耶、欸！一靠近就知道我在哪里了。干什么东西？然后反正那种子弹是无限的、啊，可以尽管开枪没有问题。干什么东西？捡钱？有没有回血的、啊？烧钱？烧钱？ 把钱烧掉可以干嘛？我为什么要把钱烧掉啊？烧掉钱的用意是什么东西？烧掉钱的用意是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哎，这边一只，我们差最后一只了，然后林北快死了，干，这是补血的，是不是？看来不是补血的，掩蔽物给你躲的。 啊，最后一只星星在哪里啊？最后一只 monkey coach monkey 呢 ？monkey 呢？干什么东西？还躲嘞？哦哦哦！shit！ fuck you！ fuck you！ f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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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！ 你烦不烦呐？ 我靠！我要死了！干什么？干干干！不要逼我啊！那烧钱是不是可以回血啊？烧钱回血有这回事？烧钱消灾，烧钱消灾。哦哦，还会蹲，还会蹲呢、欸，还会蹲。 还会蹲是什么？
还会蹲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狙狙狙！哇！滚滚滚滚滚滚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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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只要这样射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就只要这样射就好了。我就只要一直照着这个门前面射，哦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自己走过来给我被我射这样子。再一只，还有一只在上面吧，赶快把上面那只捡一捡。行，我就要跳离这个地方了，应该是没有敌人的吧。我觉得我该撸的都撸掉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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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外一扇门，这一扇门啊，这扇门还没打过。是哦，完成，快跑快跑！哇呼 ，nice 啊！哦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！我靠，这是怎样？零五击杀咩咩什么教授？虾米教授？哦 ，BOSS 战是不是 ？OK， 这个超硬。哇塞，这个教授是 BOSS 战是不是？哇，操控猴子！我要怎么击杀他？妈的！踹死！滚！哦，他打不死啊！有啦，是打得死啊！哦，可以！他干嘛？是这个，乖！有！帅他！哦咻！哇！有赢吗？有了！原来是这样打、哦，我赢了，小废物，结束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赢了，不明觉厉，反正我就是赢了。哇塞！居然有被泼猴弄死啊！我的天哪！泼猴！谁呢？哎呀，西巴路，西！猴子！No， 这怎么玩呢、啊？猴子走开，他会被这个电到，然后把这个打掉。哦，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啊？猴子冲过来，打掉，死，结束，小废物。赢了，我们看一下最上面那边有什么。看，刚才被这个猴子给弄死，妈的超不爽。踢光光，赢了，大胜利。Yeah。好吧，这款游戏还蛮强的哦。那今天只是拍一个试玩，会不会继续玩下去呢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这款游戏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混乱，乱射一通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救这些猴子，跟破坏这些有的没的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个算是蛮强又有节奏感的游戏，有节奏感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，这个样子，好吧。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记得帮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下一集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玩吧。反正60几块钱，不玩也没差啦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